秀林乡同样在今天举办了110年度的模范母亲及模范婆媳的表扬活动。秀林乡长王玫瑰、代表会主席赖俊杰，还有各区乡民代表、村长都到场参与盛会，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母亲是安定家庭的力量，是坚强、勇敢、美丽的象征。婆媳之间情感更是家庭维系的基础。母亲节延续到至今，也从原本的感念母亲贡献扩及到所有母亲社会贡献的肯定。在一年一度的母亲节，秀林乡公所表扬模范母亲以及婆媳，而感谢家庭中女人的牺牲奉献，让全家更能够凝聚彼此之间的情感，特别举办表扬模范母亲的婆媳活动。秀林乡长王玫瑰、代表会主席赖俊杰、各区乡民代表、村长都前往共襄盛举。不能扩大办理，但是我们还是用最温馨最有感的方式邀请我们全乡九个村游村推荐的模范母亲以及模范婆媳在这里表扬，那也邀请他们的家眷一起共襄盛举。那当然有更多的今天有更多的来宾来观礼，所以让我们的整个活动顺利又圆满。最重要是让我们所有获得表扬的母亲，让活动的整个场面都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温馨跟和谐。那一年一度的母亲节表扬大会啊，也是趁着机会给大家一个肯定跟鼓励。那希望秀林乡公所以后所有有关我们秀林乡的活动，一样能够越办越好。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家庭是一个人展望人生的起点，母亲是让家庭稳定成长的转动力量，象征着坚毅和谐的温馨情谊。今年度为了配合中央防疫措施，表扬活动邀请这次获奖的母亲、婆媳们以及家眷，但表扬秀林乡伟大女性宣扬感恩孝亲的家庭价值的不变，期盼这次充满慈爱温馨的表扬活动能够对现代家庭部落与族群社会发挥正面而善良的积极影响。记者中一学校报道。